Hello，屏幕前来自全球的朋友们，大家现在好，非常的高兴，今天我们能够通过 Zoom 以及多方平台在空中与各位相见。我是佳媛，我是一名95后，非常的荣幸今天我能够担当本次活动的主持人，为大家服务。对于我来说，这也是非常宝贵的一次机会啊，因为接下来的时间，我将连线五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们。来到屏幕前，和大家共同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再次欢迎屏幕前的新老朋友们、企业家朋友们来到《走向自由人生》Jeunesse 全球网商加盟事业说明会的现场。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它开始之前，很多人都期盼着2020年的到来，因为它寓意着一个非常甜蜜的意思，爱你爱你。但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突然肆虐全球。然后在这一次疫情的影响下，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都受到了方方面面的限制，人类历史也在这一年有了新的走向。那么社会的格局、未来的发展，在这场疫情下又重新拥有了一个新的起点。疫情过后，我们能否对我们宝贵的人生进行一次思考呢？突然失去自由的同时，我们的收入是否还在？我们是否要延续此前的生活？然后被动地接受下一次动荡的冲击，还是我们选择主动寻求改变，找到当下我们普通人都可以掌握的全新的人生走向呢？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走向自由人生。自由的人生和不自由的人生，两者的本质其实就是人生境界的差异。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用时间和劳动去换取眼前的收入。只有世界上极少数的成功人士，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劳动也许不会在今天或者明天立马获得回报，而是在未来。那么这两批人，第一批人走在打工的路上，另一批人走在获取长期财富的路上。今天，让我们一起对我们即将面对的商机做出一次深度的思考，共同来提升我们的认知。我们能不能脱离出绝大的劳动者？成为自己未来财富管道的铺设者，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升级我们的人生。现在开始为之努力，在未来若干年，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 Plan B 自由人生。带着这些思考，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此次活动的主讲嘉宾，为我们做一次深度的商业剖析。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迫不及待了。那么话不多说。接下来，我要隆重地推出今天的主讲嘉宾，他就是来自上海叶刚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秀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段毅段总。他先后从事钢铁贸易和加工、食品加工以及股权投资20余年，现为美商杰斯全球绿宝石总裁。他真的是一位非常卓越的企业家。俗话说得好，想成功先与成功者为伍。非常荣幸，我们今天能够邀请到段总在百忙之中来到屏幕前和大家相见，让我们通过他的分享。一起来探寻快速实现人生自由的秘密。接下来最宝贵的时间交给我们的主讲嘉宾，有请段总。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全球的杰斯家人们，大家下午好。就像刚才主持人给我们分享的一样，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如其来，这样一次对全世界整个政治经济格局的改变，包括对历史走向的改变，我们今天所有伙伴可能都会在各种各样的碎片的这个信息当中去看到，但是这些信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这次肺炎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刚才主持人提到，我们是等待这次肺炎过去之后，然后继续从事以前的生活，继续重复以前的生活，那么被动的、消极的等待下一次这个冲击的到来，还是我们在这次肺炎的整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去深刻的思考我们的人生，我们未来的人生和这次肺炎有什么样的关系？感谢大家啊！那今天我想和大家用接下来的30-40分钟来分享一下我对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面临的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面临的机会，我把这些思考分享给大家。更加就像刚才我们的主持人介绍的一样，我在过去的20多年，一直在从事钢铁的贸易。那么从1998年离开国企，
到加入外企，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全球化啊，全球化的一个国际商社啊，国际商社在全球网络的运营。我们那个时候把中国的钢铁甚至卖到了这个加利福尼亚 California Steel Industry 叫 CSI， 我们卖到了德国，卖到了秘鲁，卖到了日本，卖到韩国，东南亚国家。那么在2004年之后，我来到上海创业，那么也就有了上海叶钢实业有限公司这样一家公司。今天我想告诉大家，这家公司在2021年将会消失，将会注销掉，因为那个时代结束了，彻底告别钢铁行业了。那么所有这些改变，其实我发现它内部都有一个内在的一个逻辑，就是我始终在 Plan A 和 Plan B 当中在做一个选择。 Plan A 是什么啊？我的大学的专业是政治学硕士，那么我的大部分同学这个已经都从事了这个国家政府机关的工作，现在我们在中资机关已经有了这个副局级正局级的这个领导人啊，是我的这个同班同学，上下铺的同学啊。那么在各省厅局也有很多局长级的领导人是我的同班同学，但是我和大家走上了另外一条路。那么我始终在 Plan A 和 Plan B 当中在进行选择，那么离开国企是离开 Plan A 的第一步，走进上海，走到上海开始创业是 Plan A 的Plan A 的第二步，也就是 Plan B 的第一步。那么今天我想告诉大家，人生的差异其实就在 Plan A 和 Plan B 之间的切换当中。我发现真正人生之间的差异，从表象上看到是收入的差异，但是本质上实际上是一个人生自由度的差异。那收入的差异一般来说可能会来自三个差异。第一个就是你的收入啊，是单项的收入还是有多项的收入。那如果我在 Plan A 当中，我只能有单项的收入，我如果有多项的收入，现在恐怕就有另外一个人了，或者生活在另外一个地方了。那么如果是你的收入是不是还是主动的收入还是被动的收入。所谓主动的收入就是你的主动收入啊，是需要你一次劳动啊，换取一次收入，还是用若干次劳动建立起来的一个财富的体系和管道换取未来若干年长久的收入。那这是收入的第二个特征。那么第三个特征实际上就是你所从事的产业啊，你所从事的那个你的收入的来源是在传统的产业当中，还是在一个不断蓬勃成长不断这个被各种生产要素去赋能的这样一个面向未来的趋势性的产业。其实今天我想从刚才我们的收入的三个来源当中，我们每位今天在线的伙伴都可以对自己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收入做一个分析。其实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所有伙伴生活的差异其实都是因为这三大收入的差别带来的一种差异。那么收入多好不好？收入多挺好的，收入多挺好，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收入多财富的自由并没有带来他的时间上的自由，反倒是逐渐失去了时间自由。就拿我来说啊，我觉得从2006年我们开始很多很多的赚钱，赚很多很多钱的时候，我忽然间发现到2008年09年以后，我已经没有什么时间陪家里人，陪老婆，陪这个父母，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应酬，都是在出差当中。后来我发现到2012年之后，我发现我的健康出问题了，我的这个睡眠出问题了，七七八八的这个问题都来了。那这个时候我又发现我的双方的父母都老了，他们的健康也出问题了。我那个时候忽然间觉得人生进入到了一个具有巨大挑战的阶段。那么实际上最后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时候，我才忽然间明白，一个人赚了很多钱，赚了多少钱，能不能实现时间自由，能不能实现心灵自由，才是真正人生的最高境界。那么这非常有幸是在2015年我遇到了我人生当中的贵人，我儿子的这个小同学啊，在幼儿园的小同学的妈妈，陈柳一女士。那么在几次偶遇当中，我们有一次到她家去参加我儿子的生日 party， 那么陈柳一女士向我推荐了一款产品，
这款产品是告诉我是一家美国公司的一个产品。其实分享无处不在，推荐无处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着大量的各种产品，各种信息的分享。当时和大家坦率的讲，我也非常非常的不情愿。我爱人后来帮助我买了陈女士向我推荐的这些产品之后，我曾经和我爱人讲，买啥都可以，买美国的东西，以后我去美国给你买。那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再也不能再买了。当时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傲慢啊，非常这个封闭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奇迹发生了，在后边之后，我用了这个产品用了几个月之后啊，我忽然间发现自己的睡眠改善了，自己的这个鼻炎改善了，大家能听到我现在呼吸两侧的都是可以通气的。那我发现生活都有了很大很大的变化。我的助理给我买的这个制氧机啊，我只用了一次，在这个上海五官科医院准备做这个带呼吸机睡觉啊，准备这个带呼吸机的这个治疗的过程也终止了。所有这些过程带给我非常非常大的改变，但是这也没有足以让我决定放弃钢铁行业去从事这样一个产品。我认为这就是我偶遇的某一种产品。但是后来在2015年我获得某些体验之后，非常好的体验之后，偶然之间我又把这个产品推荐给了我的父母。我的妈妈在用了这个产品两个月之后，她决定放弃做支架的计划。其实就在我妈妈准备做支架两天之前，我向我妈妈推荐了这个产品。那爸爸也接着用了产品，我的岳父岳母也用了这个产品。两三个月之后，他们向我反馈的产品的体验非常非常好，他们的各种这个退行性疾病啊，这个代谢性疾病都有很大很大的改善。那我由此来去思考这个产品对我和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整个大众有什么样的价值。后来这就是一次重大的一个会议当中，我受邀成为这个产品消费的分享嘉宾。在那一天，在上边有主持人要求我分享五分钟，就像现在这样分享五分钟，我像祥林嫂一样啰里啰嗦的把我们家用的这些产品怎么样用的过程然后讲完之后，那一天我看到台下的几百个观众，我忽然间明白了一个道理，这就是难道这不就是我正在去苦苦去寻找的下一个那个趋势性的产业吗？所以在那台上走下来的时候，走上台的时候是一个钢铁的贸易商段盈义，走下台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已经下了决心去从事这个事业推广的另外一个人。所以今天我想把这个事业我的心路历程和大家分享，告诉大家一个人在自己的 Plan A 当中他怎么样遇到了挑战，然后怎么样去切换到了 Plan B 的一个事业当中。那么今天我想用接下来的这个一些图片和一些视频来向大家分享我们现在面临的这样一个可能带给我们 Plan B 的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在互联网不断改变我们今天的这个所有社会，所有的我们的这个商业模式在发生重大的改变的时候，我们看到其中最大的变化可能最大的变化就在于这个互联网和基因科技的这个产业不断的增长。我们看到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当中这个全球在使用基因技术快速的对病毒的基因组序列进行这个识别，那么快速的在这个基因层级上试图去开发疫苗和找到这个应用的这个特效的这个产品。也就是说基因科技已经成为人类健康的主导的技术。那么在基因科技不断取得突破的当下，所有在这个领域上在这个方向上能够取得突破的所有的这些产品实际上都有可能成为我们未来生活的常态。那么在这个常态不断到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很多的产品越来越大众化，越来越走进我们大众的生活。那么如果这些产品透过打破了以往传统的商业流通的渠道变成我们今天通过互联网全球电商的形式去服务全球市场，那么我们可能面临着一次人类消费品类的一个重大的跃升，
也就是说从我们原来的普通的日常的消费品产生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巨大的消费品类，也就是基因科技的产品。基因科技的产品它有可能，或者说我们可以说注定在未来10年20年之后成为我们消费当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消费品。就像现在的 WiFi 可能是在20年时它不存在，那么平板电脑可能在10年之前也根本没有如此的这个普及。那么我们现在今天众多的基于互联网而产生的各种各样新的消费品类，那么都不断的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基因科技产品也一样。那么在全球啊，不断提供基因科技产品，在这个方向上，在这个领域上不断取得突破的众多的公司当中，有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叫美桑杰斯，它的英文名字叫 Genes， 它利用了西方经济学当中的消费资本论理论啊，在互联网平台上打造了全球最强大的网上交易专卖平台。它让我们每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在互联网上，像我们现在在亚马逊、在京东、在淘宝上可以购买我们自己所需要的产品。这是仅仅是这个平台的一个功能，也就是说消费的功能。那么它同时又赋权我们所有这些消费者，在它的平台上购买它产品的消费者，基于自己的消费体验，在我们的生活场景当中，在我们的可触达的可链接的这个世界当中，去把自己的消费体验分享给更多人。我们说这就是人类商业史上的一次重大的一个飞跃，就是人类商业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一个新的群体。这个群体出现之后，全部的既有的既往的商业群体都变成了传统商业群体。这个新的商业群体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消费商。消费商也就是说基于你自己的消费体验，你把自己的消费体验分享给更多人，让更多人成为这个产品的关注者，成为这个产品的消费者，然后也基于这样一个消费商的理论成为这个产品的分享者。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可能成为一个庞大的一个消费群体的构建者，成为一个消费群体的诞生的一个促进者和链接者。我们等于是参与了这个一个优秀的产品和广大的消费者之间的链接。那么我们在这当中，我们替代了传统的商业渠道。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人类社会的几千年，主导商业的在农业社会的时候是土地，在工业社会的时候是技术、资源和产品，在后工业社会的时候是渠道。那么在互联网电子商务这个时代的时候，当每一个人的体验透过互联网都可以让全球多少人去同时在线去获得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最重要的资源是体验和分享。那么今天我们看美桑杰斯这样一家公司，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家公司。这是它的总部大楼，2009年9月9号，这家公司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啊奥兰多成立。那么10年以来，这家公司从第一款产品的干细胞生长因子开始，到今天已经有20几款产品，变成了全球互联网加基因科技的一个杰出的典范和代表。这是一家什么公司？为什么这家公司成立？我们用接下来的一个小短片看一下这家公司的创办人，他是曾经以什么样的初心成立这家公司。We started Genes for 2 reasons. The first reason was to help the distributors reach their dreams and also to feed children around the world. Wendy and I went out to California because I was meeting this doctor to have stem cell injections in my knee. And in the process of discussing what stem cells can do for one, he mentioned that he had created a serum that he sold to his patients in his practice. And we thought that's something that a lot of people could use around the world.The rest is history, they say. It took off like a rocket. My role is to make sure everything's running properly. So I work more with the operational side. Randy's more fun. I'm kind of boring. I sure am more fun. He's always telling jokes and having fun, and I'm the serious one in the group. It's an excellent combination. We are really, really ideally suited for each other in that regard.
And besides that, you being my best friend helps a lot. Yeah, and we work together 7 days a week, 365 days a year. We're She's always still together. Wonderful. Yeah, and you're still wonderful. So we're both Aww. Happy. Several people have referred to Wendy and I as the mom and pop of Jeunesse, and they look at us as though we're the head of the family. We feel that part of our job is to take care of them and make sure they have the best opportunity, the best products, so it's kind of a nurturing thing. And we are one big family. Our entire approach is a distributor-centric company, and if the distributors do well as a byproduct, the company should do well. I think our responsibility is to provide the tools for the people to go out and earn a living and build their dream. And if you think about the ripple effect that has on their family, their extended family, and the whole community that they live in, that's powerful. That's very powerful. I can tell you this, I don't see retirement in our future. We tried it 3 times, didn't work. But we like working. Our goal is to get to at least $1 billion and then beyond, because that'll say we have opened a lot of countries and a lot of people are profiting and doing well and living Jeunesse and Generation Young. We want them to feel good, live longer, enjoy life. What makes us a success today is the same thing that will make us a success in the future. It's the distributors. It's their passion, their love, their hard work that makes us successful. We want others to achieve whatever their dreams are too, because we've been so lucky to achieve our dreams. That's what keeps us passionate and keeps us going. Plan A, Plan B.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同样也是一个选择。这一对老夫妻在男主人公在这个经历了数十年人生的这个历程之后，生活的磨损，这个从军职业的磨损，让他的膝盖逐渐开始丧失功能。那么他面临的 Plan A 就是在传统的医疗体系当中，通过手术，通过这个人工膝盖，那么去获得一定程度的这个功能的在这个恢复。那么当时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Plan B， 有人告诉他 Plan B 是什么？ Plan B 是用干细胞技术啊，让你已经失去功能的膝盖重新恢复功能，这是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再生医学。那么我们镜头当中的男主人公选择了 Plan B， 在干细胞技术使用干细胞技术治疗他的膝盖功能的过程当中，他了解到原来干细胞技术已经突飞猛进，那么已经开始出现大众消费级的产品，那么这些产品怎么样服务大众，用传统的商业恐怕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走到我们普通消费者的面前。那么电子商务，他决定用电子商务的形式让干细胞这样的这个生命科技的产品去服务全球。那么十年以来，这家公司在全球不断的成长，到现在已经超过34家子公司在全球已经落地，为全球市场服务。我们看到在全球市场啊，这张图描述了杰斯公司它的产品在美国生产，透过全球的物流体系服务全球市场的这样一个宏大的一个场面。那么联合国有200左右个国家的这个国家和地区的这样的这个成员，那么杰斯公司的产品现在已经覆盖超过 70% 以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主权国家和这个地区，那么特别是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已经覆盖。我去过这家公司的总部，也就上面我们看到的这张图，我们的总部，我也去过杰斯公司的韩国公司、日本公司、香港公司，然后我去过这个非常非常多的杰斯参加的这个各种各样主办的各种各样的全球性的大型活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是一家高速成长的公司，获得了在全球市场，在各个领域，在产品，在营销，在这个企业的成长，获得了多个领域当中获得了非常非常多的奖项。那么所有这些东西都在营业收入上呈现出一个高速成长的过程。在2018年，这家公司达成了这个最高14亿美元的全球市场的营收。大家想一想啊，几十美元的东西啊，几十美元一个单品，这达成14亿美元，
这个多么庞大的这个数量，多么广泛的这个市场需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在思考为什么这家公司高速成长。那么我们看到这家支撑这家公司高速成长的核心秘密在于三个，第一个它的研发体系，第二个是产品体系。那么这两个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杰斯公司它赖以生存的产品交付体系，也就是说它提供了这样的产品。那么我们看到这些产品是由全球一流的科学家他贡献了他的自主专利，同时杰斯公司的一流的科学家团队也组成了一个在全球生命科学、在干细胞技术、在基因科技这领域当中的一个全球的新技术专利的一个搜索引擎和整合体系。杰斯公司的创办人 Randy 说，我们每个月甚至每个星期都在接待和会见来自全球的在生命科学领域有突出造诣的这些科学家，和他们讨论他们的产品、他们的技术怎么样才能转化为服务今天大众的这样一些产品。我们把这些产品经过充分的评估纳入到美国的严格的生产体系，然后借助于我们电商全球电商平台去向全球市场发布。那么这就是一个开源的、一个面向全球科技进步的一个成长的体系，而不是几个人靠一两个专利，围绕着一两个专利卖几十年啊。这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不断和科技进步同步的这样一家公司，它的技术来源是开源的。那么我们看到它的产品体系是依托于四大品类的这样一套完整的细胞优化管理系统。那么大家看杰斯的全球以干细胞抗衰老技术作为核心的这样一套整套技术核心，那么它的所有的科学家团队，我们看到纳什纽曼博士，这位纳什纽曼博士就是杰斯公司诞生的这个那个技术最早的那一款产品干细胞生长因子，他就是他的专利所有人，他贡献了这款专利产品，那么由此产生了杰斯公司。那么后边文森蒋帕帕博士贡献了杰斯最拳头的产品，我们的 DNA 修复 AMPM， 还有我们众多的我们的安杰列格博士、唐纳安塔博士，我们大中华区的医学顾问马彦斌医师，还有我们加拿大的干细胞专家，很多很多来自全球的这个生命科学的这个工作者啊，和这方面的专家，他们共同贡献了他们的这个研究成果，那么成为杰斯公司的产品品类。我们看到就是在人类到今天在生命科学啊，我们已经基本上确定这样一些固定的这个已经确定的这些认知啊，在这四个领域当中，那么就是保持 DNA 的健康，维持端粒的长度，拥有一定数量的干细胞，始终能保持能量平衡。那这四大领域现在几乎概括了在抗衰老医学当中人类取得的所有的成果。那么杰斯公司把这四大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啊，在这四个领域当中为我们精选了能够代表这四个领域最新研究成果而且能够服务于我们的产品。实际上从设想到理论到技术到产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杰斯公司大大的缩短了这个过程，然后他又用电子商务平台进一步缩短了所有这些产品和大众之间的这个连接的这个距离。我们看到 YES 细胞优化管理系统，人类社会走到今天，我们今天所有的伙伴该多么的幸运，我们有机会能够在细胞层级上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生命进行优化管理。我本人非常喜欢读书，大家看在我背后的书柜，在我家里的书柜有非常非常多的书，其中有大量的有上百本关于生命科学的这些专著。我告诉大家几乎我一本也没看懂，但是因为这个专业太深奥了，但是我从所有它的理论构架、所有它的结论当中，我知道生命啊，生命的本质，实际上我们今天取得的最新的认知、最先进的认知、我们这时代的认知，我相信我儿子那一代的认知一定超越我们。我们这一代的人的认知，我儿子他爹的这一代的认知，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生命的本质是在细胞和基因层级上的信息和能量的交换。所以在这些过程当中，杰斯
所有的产品指向这四大领域当中。有机会啊，我想今天对产品有兴趣的所有的伙伴，过一会儿听我们几位分享嘉宾他们在消费这个产品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些产品带给他们多少生命的改变。那么这些产品怎么生产，那我们心里要有数啊，要靠谱，要觉得这个产品是靠谱的。那它是不是安全的，它是不是在严格的生产工艺这个监督和指导之下的，它的品质有没有保障，它是在哪里生产的，我们都需要打破这些神秘。那么今天我们用一个小短片看一下杰斯公司所有这些产品生产的工艺过程。We're talking about Jeunesse products, we're talking about, you know, world-class products. We manufacture to meet our customers' expectations, and Jeunesse has a world-class reputation, and therefore we have to have a world-class manufacturing facility. The production and quality that we put into the Jeunesse line is top-notch. We devote 100% of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to ensure that we have the best quality product for Jeunesse. We work on a daily basis to ensure that our products areefficacious, pure, and they work every single time. We have a lot of Jeunesse products. We have a lot of lines running. Basically,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mes from Jeunesse as to what they want us to make, and we make it exactly the way they want. And then we give it to them to give it to the world. The quality control process here is very rigorous and very important. All of our products are tested when they're brought into the facility, then they're tested again through the blend process,and then once again through the finished goods process. When the raw materials come in, we do inspection, and then we test to make sure that it meets the specification that has been laid out by Jeunesse. We then manufacture the product. We put everything in the tank in a particular order to make sure everything reacts the way it's supposed to. And after mixing them, we have a critical control point. The blends are then tested in our QC laboratory.Only the product that is of the highest quality and that product that would have passed and met all the set specifications is the product that will ship out to the market. We have a variety of certifications here, NSF, NSF for sport, informed choice, halal, kosher. What halal requires us to use certain raw materials and to be able to assure we are excluding certain ingredients. These certifications just reinforce our daily commitment to producing the best product we can.I'm proud to be at a facility that takes such tremendous pride in the quality of products that they put out. The innovation that we have in creating something that is then distributed worldwide. I'm most proud of being able to be innovative and create new products. It's fun to be able to create a product and then see it in the market. I can stand tall and assure the world and assure Jeunesse that the product that they're receiving is what they're expecting. We can meet or exceed their expectations, and we can produce them a safe product, and we can produce a quality product. I get to work with a company who truly cares about their customers and who is trying to make the world a healthier place, and bringing these products to people across the globe is phenomenal. I enjoy very much working with them. 透过这个短片，我们能看到这些产品在美国由 FDA 认证的工厂，依据 GMP 的生产工艺、生产方式进行的一个精细化的生产。那么这些产品在过去的十年，在全球市场上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历程，它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健康管理的 Plan B。我们脱离了原来的，在原来的 Plan A， 这个全球1000多万杰斯的会员升级到了 Plan B。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升级的过程当中，原有的退行性疾病、代谢性疾病、骨骼，还有我们众多的亚健康和很多重大疾病的营养支持、营养治疗，杰斯公司的产品，刚才我们看到的所有这些产品，我在下边给大家大体上翻一翻这些图片，这些图片都是这个基于刚才我们讲到的生命科学的四大领域、四大这个前沿领域而转化而来的干细胞技术、基因科技的产品。所有这些产品在过去的十年越来越多的成为全球消费者的这个越来越多日常生活的这个产品。那这些产品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享受到了科技、生命科技进步的成果，
那么除了消费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机会？我刚才讲，在人类社会进入到后工业时代，进入到信息社会时代之后，我们忽然间发现，我们每一个消费者从原来的一个消费这个终端啊，消费这个末端，最终我们忽然间发现，因为信息技术的赋能，因为智能商业平台的赋能，我们忽然间转化出了一个很多很多新的角色。现在大家看到的网红直播，各种各样的一个个人，突然间改变了传统商业的链接方式，突然间改变了传统商业的这个渠道，突然间改变了商品和消费者之间这个服务的样式，一个新的商业范式正在产生。我刚才讲就是消费商，消费商就是花我们本来应该花的钱，花我们可能一定要花的钱，但是我们基于我们消费这些产品而获得的那些真实的改变生命的良好的体验，我们把这些体验基于我们的良知，基于我们也同样希望他人获得这样的体验，基于这样一种良好的愿望，我们把它分享给更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为公司吸引了更多的消费者，产生了更多的消费。那么所有的传统厂家，所有的商品的提供者，他们逐渐会发现，原来他们的产品和消费者之间的链接的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看到一个重大的商业模式，一个交互式电商正在成为我们商业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商业渠道。那么也就是说，消费者通过分享自己的消费体验，引导更多的消费者参与到这个产品的消费当中来，那么从继续分享我们所获得的这些产品体验，等于又为公司获得了更多更多的消费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个体的消费变成了一个群体的消费，一个群体的消费又引发了更多群体的消费。我们说群体影响群体，消费刺激消费，那么产生了更大的这个经营活动。那么传统的商业正在被重组，这个它的渠道正在被重塑，那么一个新的一个交互式电商正在产生。今天我们所有交互式电商的从业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就是十年以前投资互联网的那些先行者，二十年以前投资房产的那些先行者，三十年以前离开现行体制去自己去创业的那些先行者。我们的本质就是抓住趋势，抓住时代和技术进步的趋势，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获得和与趋势同行的这样一个产业增长，我们获得它的红利。所有大家看，在过去的30年，过去的40年，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我们所有敢于去把自己的人生从 Plan A 切换到 Plan B 的，我们所有的努力都获得了非常好的回报。我们所有在不断在 Plan B 的探索过程当中，在人生的另一种境界，另一种人生境界当中不断去探索的时候，我们逐渐去发现自己逐渐在实现我们自己一个全新的一个自由的人生。所以今天在这个新冠肺炎不断到来的时候，当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思考自己在今后的人生怎么样去，是简单的复工，简单的恢复自己传统的以前从事的职业，从事的行业，还是我们去思考这个时代带给我们哪些新的商机，我们这个时代和下一个时代有什么关系，我们有没有机会比其他人更早的迈进下一个时代。那今天告诉大家，美商杰斯这家公司，它透过智能商业平台，通过赋能给我们所有的普通的消费者，透过它自己打造起来的一个六网合一的一个商业平台，一个创业平台，它解决了所有生产要素投入的一个重大的瓶颈，让我们今天所有的老百姓，普通的大众有机会以轻资产来实现一次个人创业，来实现一次个人的收入的这个和趋势相连接，和这个被动收入相连接，和这个管道式收入相连接。轻资产创业不是不得已而为之，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们普通老百姓没有资产啊，我们哪里有更多的资产，轻资产是我们的不二选择。
那么从创业者来说，轻资产现在是最好的选择。现在谁有最重资产，谁现在处于传统商业当中的焦虑当中，谁轻资产创业，谁的事业在线化，谁的事业能够实现网络协同，谁的事业能够实现，能够对接数据智能，在这个时候，这样的轻资产，面向未来的轻资产创业，一定能够带给我们面向未来的几个商业机遇。所以今天告诉大家，美商杰斯这样一个全球基因科技的创务平台，一个全球电子商务平台，正在过去的十年在全球快速的成长。不管这样一个新事物在它的成长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遇到什么样现行的制度的挑战，面对遇到什么样大众认知的这个固化的这种认知的挑战，两岸这个青山遮不住，这个我们看到的是一定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一个事业，最后在远处在等待我们。所以今天作为一个传统的钢铁贸易商，我把自己的 Plan A 切换到 Plan B， 走向了一个国际化的舞台。在这个杰斯这个国际化的舞台，我不仅拿到了我个人和全家我们都需要的这样的产品，我也发现自己原来所认识的全球市场，在钢铁的全球市场和在杰斯我认识的全球市场完全不一样。在传统的商业当中，那种零和的竞争，那种所有的利润最大化，那样的所有的竞争，到今天改变成一个对生命的关爱，对更多的人的成长，对人的潜力的激发和尊重，对每一个人生命的尊重。所以这样一个国际舞台，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抓住互联网的这样一个机遇，能够让自己发自自己内心的良知，那样的一个良知和自己的事业相结合。所以在杰斯当中，我们既有这样一个个体生命管理的一个最好的产品，同时我们又与趋势为友，抓住趋势能够去获得财富，同时在获得财富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帮助更多的人改变他的生命历程，我们又实现了我们和这个社会最大的这个赋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我们每一个伙伴都有可能的通过今天的一个决定，在未来的三五年之内获得你自己意想不到的人生境界的改变。那么今天我想再一次建议今天我们镜头前的所有的伙伴，当你已经开始消费杰斯产品，去看到杰斯产品带给你的改变，把这个改变告诉给所有的人。当你还没有相信杰斯，没有消费这个产品，没有从事这个事业的时候，去想一想你今天的 Plan A 带给你的未来是什么样的未来，有没有机会用一个面向未来的轻资产的创业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你的另外一个人生，另一种人生 Plan B， 另一种自由的人生在尽早达到实现。这就是今天我向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我们这时代，这个新的一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商业机会，新的商业机会。期待所有伙伴的加入，谢谢大家啊！谢谢主持人。哇，非常感谢我们段总精彩的分享。我不知道我们屏幕面前有没有朋友看到了我们多方平台后面的后台留言了，都是在对段总的称赞。其实刚刚段总在刚才的分享中，他从新时代下的发展趋势，互联网加上基因科技两大趋势的结合，以及杰斯六网合一的完美的创业平台，都进行了精准的阐述，带领我们从财商的角度向未来的方向，对杰斯又有了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知。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卓越却是留给认知能力强的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段总一开始说过的一句话，他说2021年他即将要告别他的钢铁行业，早已经下定了决心要走向下一个趋势性的行业，成为时代的先行者。他就从一个传统的贸易商，从他的 Plan A 走向了更大的杰斯的舞台 Plan B。 很多人听到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会很惊奇的，像段总这样非常卓越的企业家，为什么能够做出如此这个非常毅然决然的决定呢？其实林语堂曾经说过一句话，明智的选择胜过盲目的执着。我们的人生当中充满着
不断的选择，而 Plan A 和 Plan B 之间的切换就直接导致了我们每个人人生境界的差异。相信大家听了段总的分享都能够收获满满，让我们一起重新规划人生的梦想，更早迈进下一个时代，共同探索我们的 Plan B， 抓住趋势才有机会实现我们的自由人生。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主讲嘉宾段总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Jeunesse, we are redefining youth.